接着请大家轻轻柔柔的闭上眼睛，眼睛微张，上下眼皮轻轻的碰触，睫毛也轻轻的相触，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那么轻松舒服，没有用力压眼珠或者眼皮，轻松地闭起来。现在我们暂时没有用双眼来看任何画面，我们现在完全都是用心体会的。然后我们舒舒服服的坐，现在是我们放松的时间，是让我们身心休息的时间，所以我们舒舒服服的坐。哪位想单盘就单盘，哪一位想散盘就散盘，或者哪一位想坐椅子也可以，我们只感觉这样坐下去，没有感到紧绷麻痹，感觉这样坐可以坐得久，这样就可以，没有勉强的感觉，感觉这样做可以维持轻松สบายถ้า感觉这样就可以。然后我们来扫描观察一遍全身的肌肉，从头顶到脚底，哪里紧绷，哪里不舒服，我们现在就趁着这个时间来调整调整，把它放轻松。现在我们都没有跟任何人比较，我们สบายสบาย的做就可以，我们愿意花一点点的时间来调整身体，因为我们知道身体的放松会对心里的宁静有很大
的帮助，慢慢来，慢慢调整，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，额头放松，眉头也跟着放轻松，眉间的肌肉也放轻松。哪一位在无意中皱着眉头的话，当我们知道了就调整一下，把它放轻松。鼻子、嘴巴、两边的脸颊都放轻松，我们的颈部、两侧肩膀、手臂、手腕、手掌、食指、手指头都完全放轻松，胸部、腹部、背部，尤其是我们的背部，背部是刚刚好的挺直，也就是没有太直，也没有太松。太直的话，会让我们感到紧绷、不舒服。但是如果太松的话，也会让我们容易昏沉，容易打瞌睡，所以我们稍微调整一下，刚刚好的意思就是我们感到轻松、失败的同时，也可以维持清醒的觉知正念。腰部也放松，两只脚、大腿、小腿，直到我们食指、脚趾头都完全放轻松。现在全身都放轻松，我们的手怎么放，脚怎么摆，也都无所谓，没有关系。我们全身感到轻松、失败、失败字包含了三个意思在里面。第一个就
就是轻松舒服。第二个就是慢慢来。第三个意思就是简简单单。所以我们来静坐，我们感觉正在休息，身心放松，สบาย。如果哪一位调整身体调得恰到好处的话，我们就会感觉好像我们正在穿着柔软的衣服一般。สบายสบาย。然后我们可以试试看深呼吸两三下，增加我们轻松舒服感。我们试试看又深又长的吸气，然后再慢慢的吐气，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，然后再慢慢的吐气。当我们吸气的时候，我们感觉好像我们可以吸收到来自大自然的正能量，清净的能量吸收进来我们的身体里面，让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感到轻松，สบาย。然后当我们吐气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内在的紧张、所有的压迫感全部都可以排出来，全部都可以排出来啊。现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感到空旷、通透、轻松、舒服。然后我们试着想一想，现在自己感觉好像我们正在坐在一个泡泡里面，轻轻的泡泡。当我们吹泡泡的时候，泡泡会慢慢的浮上来。现在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，感觉身体
变得很轻，可以慢慢的浮上来，慢慢的浮上来，越来越高，感觉轻松自在。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，所以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负担、一切的关爱全部都可以放下来，全部都放下来了。现在我们感觉好像自己正在跟外在的世界完全隔开。现在没有执着过去，也没有担心未来，只有在这个当下，สบายสบาย的做，身体放松，心中放下，感觉好像我们正在享受来自宁静的快乐，然后我们试试看，把我们的心安放在舒服点那里。每个人的舒服点可能不一样，没有关系哦，把心放在哪里，感觉没有勉强的，这样就可以很简单。当我们的心安放在舒服点的时候，感觉很轻松，感觉很舒服。很想把心一直宁静，定在舒服点这里。然后如果哪一位想默念什么阿拉汉的声音，让我们的心有一个可以专注的声音也可以，我们就从สบาย舒服点那里默念Samma Arahang, Samma Arahang, Samma Arahang, Samma Arahang 的声音是从
舒服点那里散发出来，我们 s a b a 的坐好。